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，今天是1月24，诗篇102篇17节的讲，伊阿罗听善恰人的祈祷，未看清因的困求，三个来祈祷，阿罗听阮祈祷，无看清阮困求的天边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有大气力、大观灵、大应光的至权上帝。主啊，你的所行极其奇妙，你的所做遐尼通惊，你予阮的性命活着，也无予阮的脚摇动。主啊，全地拢着向你出欢喜的声，唱歌阿罗你的名的荣光，因为你已经施了你的拯救，照你的慈爱甲诚实来款待我。主啊，你有看见我的艰苦，在我心神的艰难。主啊，求你阿耳康听阮的祈祷，听阮困求的声。主啊，因为你阿罗听善恰人的祈祷，未看清阮的困求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